我刚跑去出资，你下什么男人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保护你。我刚跑，我好早看。不要吵架了，轮椅人之间要和平相处。棒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说轮椅人之间要和平相处。轮椅人，我知道了。我立项。我是轮椅人，你刚刚轮椅人。轮椅人之间要和平相处，要和平共处。我是王道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观察你很久了，我们在组一个椅人团队，你要加入我们吗？ 根据我们公司规定，只要你打击一个罪犯可以获得25%的奖金，也就是说你在找一个蚁人加入，照这个诉状图，很快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太阳系。你马上拥有被动式收入，也就是说你在杜拜旅游的时候，台湾你的下线还在帮你打击罪犯。心动了吗？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难道你不想拥有一份持续性的被动式收入吗？ 不是我做的，是你做的。每个英雄都该有属于自己的武器。今天。 是我女朋友，情窦初开，美乐，她现在正在打扮，说话的美美，等一下来见我。他在录，他在录，在录。你们要开动吗？开动吗？我没有这个能力保护你，然后爸爸就接手了。